他就穿龙袍，他就这样就够了。
迟早的啦，迟早吗？老婆代劳，要不要再吹一次？
48小片，你不要吃蛋，我不要吃蛋，你不要问他好不好？自己小片，你要吃饭哦，还是早餐？今天吃太多，你晚上没有吃啊？我要吃啊！我要吃啊！上班的人不吃啊，不要吃啊！他说他两个人太爆了，累了，要48小时哦，没有笑就不要吃48小时，不能笑48小时，那我就放着吗？你先放着啊。